我们要报仇！我们要报仇！同志们，我们一定会为大家报仇的。哎，小柔，赶紧过来！嗯，哎，赶紧过来！ 小云，九太，小门去。来了来了，谁啊？快开门开门！我们有急事汇报。不行，别动，小军，不行，不行，快走，不行，走东西。 杀了他，亲自动的手。这刘文泽也该死，太给日本人卖力。这马小云也太狠了。是啊，现在很多维持会的人都不敢冒头了。叔，咱咋办呀？能咋办？老办法，告诉自己的兄弟啊。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尤其不能招惹那个活阎王马小云。咱们两边都不招。日本人前一段时间进攻频繁，现在可好，三支队开始反击了吧？这叫咱怎么办呢？叔，咱这是走钢丝呀。
走钢丝也比咱现在好受啊。また破壊されました。大佐殿、第三分隊が復活しました。奇襲してくるのはいつも第三部隊だ。まるで薬の気が厄介な伝染病のようだ。小川君、中国人との戦いはまだ長く続くかもしれんぞ。天明搞来了军需，小袁除掉了汉奸，这次干得太漂亮了。只要有咱们兄弟几个在一起，就没有成不了的事儿。家家户户都过上太平的日子，这连年战火，老百姓的日子苦啊。总觉得像过了挺长时间了，真是原来那句话了，山上一日，山下一年，啊，是这么说的，山中方一日，世上一千年，是一个意思。咱们家是在这个方向，对吧？拉队伍以来，我就没回去过。天明，你去找丽蓉，你抽空多回去看看。多回去看看没问题，但是敬孝我可替不了。怎么个意思？二位神仙伤感起来了？咱们得往长远里看，是吧，大哥？嗯，哎。